想挂脸上糖豆。
花草间，五彩花心翩翩，扶老儿的愿，不错爱不错见，那一笑浅浅，涟漪泛起点点，深深刻入心间，不负落不负言，蜻蜓恋恋流动在湖面，只为与莲长相见，逍遥眷恋山水间，蜻蜓恋恋亲吻莲花颜，一笑醉了几千年，光阴凋落心不变，蜻蜓爱恋流动在湖面，只为与莲长相见，逍遥眷恋山水间，蜻蜓爱恋亲吻莲花颜，一笑醉了几千年，光阴凋落心不变。前奏三个八拍，正面示范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首先起势动作呢，我们左腿在前，重心在左腿上，好，左手背在身后，右手在左肩。好，第一个第一拍向下提起来，一左手提起来，一二三四的时候向后倒，右手放到左肩，然后一个碎步圆场，手落下来，上停，上落，捧上去，绕一个手腕拉，好，上停，上落，捧上去，再拉。好，我把口令从背面完整的示范一下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啊，注意的有一点就是第二个八拍和第三个八拍这个结束的时候，看这样的，然后向后退走的时候，我们的左手、右手就放在上面，左手从下面上去跟他汇合啊，走一个这样的路线，一二三四。好，第一组动作四个八拍，正面示范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下来，好，落下来。好，把这组分解一下，首先从背面做啊，首先呢我们一个上步环腰，环腰打开，注意呢是上左脚上右手啊，不要做成同手同脚的，上左脚上右手，来，一起，二起，好，三的时候左右手落下来，左手平拉，右手上拉，换重心，二个八拍蹲下，
手在上面挥一下，二二，下二点，落下三四，抬一下脚，五六七八，落下来。好，下二点，翻个手腕推开，翻手腕推开出胯，跳上去。啊，这个打开了以后，从两边落下来，冲上去，然后退，再一个深深的打开。第三个八拍，出右手，出左手，右左，注意这个地方啊，右手左手不要一起出，然后两个手在这里是弹一下，我们的中指弹一下，弹开。五，抹过来看镜头，六，踢腿，七，八，打开落下，这个是对着八点，左手对着八点落下来。好，我完整的一下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。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二组四个八拍，正面示范。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六七八，二搭二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好，对面讲解一下。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，上右腿，膝左腿一个立起来啊，我们像蜻蜓立在荷花一样的立起来，拔起来以后立起来落下，大这个地方手有一个路线啊，那我们先打开，然后我们的手右手先下来以后，两个手在一起大，等于是我们的右手要多走半圈啊。一二三四，在这里停住一下，三四转身，五六抛出去，七八，好，然后我们对着七点走，二搭二，三抬腿，四的时候呢握手，四的时候落手，五六七八，转过来，好，然后走两步，三二三四，这个大的花，五六摆动胯，七八向后退，翻一下手腕，这个地方手腕在肩部翻一下，手心朝外推出去啊，四二三四，一连转身，五六七八，退脚九十。好，背面连起来，跳一遍，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搭二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好，间奏呢是四个八拍，比前奏多一个八拍，我把多的这个八拍说一下啊。好，间奏的第一个八拍，注意我们转一下身，打开这个左脚在地上呢，拧一下方向，身体呢从原来的对着二点转到八点，然后两个手打开打开，注意这个脚是后脚跟着底，是这样一个动作啊，一二，左胯，做左胯，好，然后三四，前一后，手掌跟相对，好，五
六七八，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动作。然后第二个八拍开始，就和前奏是一样的动作了啊，就不重复了。我把第一个八拍做一下，五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最后结尾动作，结尾动作呢？我们在这里跟前面是一样的，一个打开，这是一个冲浪的音乐，这个打开，然后我们向下做，一，再做一个，然后转身，回到开头的动作，然后慢慢的，啊，最后结束呢就定位在这样一个造型上。好，整支舞蹈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